好，我是 KK， 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呢，我个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保养小法宝，它是传说中的零滤镜面膜。是的，我现在呢，你看就是这么近，没有用滤镜的，让你们看到，让我在生理期间还是可以保有珍珠光泽美肌的一个重要大帮手。它拥有两大来自神户跟千叶的专利技术，它是传说中的碳酸面膜，它口碑好到所有的人用过就说你一生一定要用一次，而且你用过就回不去。那到底有多好用呢？接下来我就要跟你们分享，让你们看到多好用。今天先讲这个，就是来自日本的 Mist 碳酸面膜。我觉得这就是日本人贴心的小细节，它在这一盒里面呢，全部都给你，都不需要再去准备其他的东西。你们看它的刮棒、它的面膜、它的粉末，它还给你一包面膜纸，一条龙到位。它可以自己站立，另外一包粉末就把它倒了进去。拿起它附的这个小刮棒，我真的觉得它有很多的这些细节度都非常的完整。使用者呢，它的每一个步骤、每一个流程都可以很顺畅，然后都不会有遇到阻碍的情况下的话呢，你就是一个非常在乎消费者感受的品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敷给大家看它的效果有多么的强大。它里面就附有美容的凝露，那它含有大量的玻尿酸，还有离子发酵素跟荷荷巴籽油，听说它的保湿、油脂调节、敏感肌肤的效果非常。非常好，注意看咯，红干痘疤，现在呢就看到我敷完之后 after 的效果，让你们看。经过30分钟后呢，现在我就来让大家看看私处后的效果。先让你们看我是不是有徒手。一般呢，其实我们在用这种涂抹式面膜的时候啊，它就会需要你呢拿一张它这样子撕下来。可是你们有没有看到，它其实就是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屑屑在边边角角。这就是我觉得面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这张面膜纸。来，让你们看，锵锵锵锵。是不是就一秒钟就撕除了？基本上呢，你只剩下一些就是小屑屑的地方。然后近看一点，来来来来来，近看，你可以再近一点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刚刚啊这些干干红红的地方，就好像有一层薄薄的那种柔焦的效果。毛细孔，来让你们看，特别是鼻翼，都已经有一种毛细孔被这样弯起来的感觉，整个肌肤充满水分，然后柔柔弹弹。对于我们这种敏感肌的人来说，肌肤稳定是比一切都来的重要的事情。而且我要偷偷跟你们说 ，Mist 碳酸面膜啊，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在它的持久性。紧急的状况连续敷7天啊，我觉得它是可以维持大概是接下来好几天呢，你的那种保湿啊，还有光泽度呢，还有肌肤这种蓬弹度的效果都会蛮持久跟明显。接下来我就要让你们看看我的脖子刚刚撕下来，你们看，其实它是很好撕除的。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敏的地方，它就很明显的没有这么的清楚了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来让你们看看我上妆的感觉喽。最后要跟大家分享，这是一盒一年就卖超过10万片，让你们再近看一下，让我的肌肤维持在一个一直有珍珠般光泽感的重要大帮手。Mist 碳酸面膜，让你一直保持在一个最佳状态。不管你在什么紧急的状况，就是路上偶遇前男友，或者是要去参加同学会，再或者是突然被 cue 到一个重大的工作，你都不需要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人就会像珍珠一样的发光，举手投足之间，你都会对自己拥有非常大的自信，永远都会有更好的在前方等你。Mist 碳酸面膜，推荐给大家。